也压埋，准备。啊，开闸嘅时候啊，中档及时出枪都相当快嘅，跟住咧都有金威，然后就系生桃啊，美好世界啊，然后就电之波喺外档啦。跟住有翠河啦，然後就係特威靈區啦，跟住有計劃，最後啲啊大眾王子啦，跟住先至有銀袋啊、舞照跳啊，然後就係呢個玫瑰園啦咁樣嘅，呢個星之王一個尾道嘅，而家咧跑咗大約係400米嘅路程啦，及時而出同埋電之寶啊、金威三隻馬喺前面啦，跟住喺第四位有美好世界計劃，然後就係特威靈區翠河，跟住先見到大眾王子生桃，最後多少有舞照跳啊、玫瑰園啦、呢個銀袋啊、巴美仍然係星之王嘅。而家跑咗大約係600米啦，見到啊電之寶啊臨住放咗出嚟，只有個幾馬位慢慢咁放嘅啫。守住喺第二位啊，見到有呢個金威啊，同埋及時而出第三位，然後就係美好世界，亦都跟到第四位好前嘅。跟住有特威靈區計劃啦，然後就見到有翠河啊、生桃啊，呢個係大眾王子啊。第二疊嘅馬先見到有舞照跳啊、玫瑰園啦，然後就係銀袋啊、星之王仍喺個尾度嘅。開始轉銀呢彎嘅時候啦，見到呢只電之寶啊放下放下，仲有只有成兩個馬位嘅，呢個金威仲喺外檔嘅第二位啊，然後就係留守第三位嘅就係呢只。及时出，跟住有美好世界特威灵都开始发力，然后翠河亦都开始发力，跟住咧就系有生桃啦，然后就大众王子啊计划，然后就系舞照跳啊玫瑰园啊咁样嘅，将近转完弯咁滞啦。而家见到啊电子宝仲喺前面啦，放下放下，而家金威已经首先啊冲上嚟啦，拍住佢斗，跟住亦都有啊呢个。美好世界亦都殺緊上嚟，然後翠海外檔上生桃亦都喺中檔揾緊個靚位嘅。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啦，見到金威同埋生桃啊、翠海300米鬥埋一嚿嘅，跟住先至美好世界。去到最後200米嘅啦，見到就生桃一路壓住翠海200米都鬥得相當激烈，然後就係呢只金威啊咁樣嘅。後邊嘅馬咧特威靈都上多啲嘅啫。終點再冇嘅時候，翠海同阿生桃啊200米叮噹馬頭失得難分大家，翠海佔先多少？第一名翠海，第二名生桃，第三名係金威。金威同埋武照跳影相争第三四噶，武照跳亦都喺后边都上得好劲噶。翠河果然犀利，生桃咧已经一路咧喺中档揾到个好靓个位噶啦。翠河沿途喺外档咧冲上嚟，而家两匹马咧拍住斗足大半条正路咁滞。翠河喺终点前咧仍然有啲力噶，生桃亦都系顶得佢住。翻到嚟终点再望嘅时候，翠河终于都越过生桃。第一名翠河，第二名生桃，第三四名要影相啦，成堆马冲过终点，有舞照跳啊，金威啊，最接近嘅影相争第三四。啊，马王真系马王啊，不过生桃咧。